哲，看到我今天这个造型，大家应该就知道我今天要讲的是哪一部电影了。我今天要来分析的就是《自杀突击队》，而且我们还很搞纲的打扮成小丑女 cosplay， 刚才也花了好久的时间，花了有2个小时了。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其他的单元，就是在彩妆的部分。好，先来讲这部电影的亮点分析，因为电影已经上映了一阵子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东西有雷有雷有雷。如果你还没看电影的话，赶快跳开哦。不过其实这也算小雷啦。但主要呢，我要来分析的就是 DC 跟 Marvel， 因为其实影评我们大家都听多了。因为我可以看到这一次自杀突击队，我看到 DC 的表现，我可以觉得很明显的他们被 Marvel 逼急了。因为其实 Marvel 可以说是就是漫威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创产业哦，他们在这个这一系列的电影，不管是钢铁人啊、美国队长啊等等的，甚至我们看过很多这个单独的系列电影，包括浩克、雷神，然后还有蚁人，甚至最近的死侍在内，我们都可以看到 Marvel 很成功的在打造系列电影，让大家去熟悉他每一个旗下的就整个漫威宇宙世界里面的所有英雄角色。然后当他的复仇者联盟一出来的时候，除了万众期待之外，我们也立刻可以进入这些角色，我们都可以连接这些角色，我们本来就喜爱这些角色了，所以这样电影在呈现的时候，你不会有那种母撒撒的感觉，而且这些角色你本来就已经很熟悉，所以你只要整个人去享受电影的剧情、电影的爽度就够了。不过在 DC 这方面，他们因为先前没有做这样子的铺陈，他们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也就是说漫威的操作方式，他是先让大家已经很熟悉每一个英雄人物，现在把它全部加起来弄成一个复仇者联盟呈现给大家，所以大家都看得很懂，大家都很喜欢。不过 DC 却是反过来的，他是先一推出一些角色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告诉你这些角色的单独故事。当然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沾一点点弱，因为也许他们先前没有做这么全盘的计划，所以他们等于说是很努力很积极的要为他们明年推出的正义联盟做铺陈。我们先前可以看到很明显的，包括蝙蝠侠大战超人，其实就很努力的在铺陈正义联盟，只是蝙蝠侠跟这个超人这部片，我相信很多人看了以后可能跟立哲的感觉都一样，会有一点点失望，会觉得在这个铺陈正义联盟的方面，可能他已经有点太急了，所以急到最后你会觉得有点母撒撒，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包括闪电侠这些角色，除了本来大家就很熟悉的两大 DC 英雄人物，也就是超人跟蝙蝠侠之外，虽然闪电侠我们有看过电视剧，可是电视剧毕竟还是绝大多数观众比较陌生的，所以我们在看蝙蝠侠大战超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有一点混乱哦，甚至是令人失望的。但这一次呢，我觉得在自杀突击队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也很积极的在铺陈正义联盟，但他这一次表现的好多了，他会让你比较能够接受，我未来可能会期待在正义联盟里面看到的角色。只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一般观众对于这个 DC 的英雄人物最熟悉的就是超人跟蝙蝠侠嘛，在这一次的自杀突击队里面，我们一样有看到很多蝙蝠侠的表现，但是其他的角色，其他超级英雄，也就是这一次的 Suicide Squad 自杀突击队这里面的所有的角色当中，你就会觉得这些人是谁，我不熟悉，我不认识，所以你会对这些角色所牵动的情感成分会比较低一点。只有两个角色在这一次的自杀突击队里面讲述的其实是比较清楚的，一个就是我今天 cosplay 的这位小丑女，因为她算是女主角嘛，所以在小丑女的讲述上面，她算是蛮完整的，从过去到现在以及她未来有可能会发展的动向，其实在这一次的自杀突击队你都可以看到比较完整的小丑女的故事。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由威尔史密斯所演的这个死射，那么这位死射的角色一样也是在这一次自杀突击队里面讲的比较完整的故事。不过除了这两个人之外，你会发现其他零零总总的角色，包括我个人很好奇的另外两个角色，一个是夜魔，还有一个是 Enchantress， 就是魅惑女巫，这两个角色是立哲个人也都蛮好奇的，可是你就会发现讲述他们的背景的这个成分非常的少，尤其是夜魔到最后整个大变身，他变成跟这个妖怪一样等级的大，跟这个魅惑女巫他们一样，就是他的哥哥一样 size， 甚至连一样的语言的这种魔怪，你就会很好奇他到底是人还是魔，他是超级英雄还是鬼啊？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让我留下非常非常多的问号。我相信这些可能在未来的 DC 电影，包括明年我们也许会看到这个神力女超人跟正义联盟里面，可能都会陆续的解答。但是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就会留下比较多的疑问跟稍微的遗憾，这是我觉得 DC 稍微可能要再跟进 Marvel 的地方，但还是不影响我对这整部电影的喜爱度。我基本上还是会觉得，虽然他讲述的每个角色的机会没有那么多，只是把重点放在小丑女跟这个死射这两个人身上，可是整部电影其实蛮流畅的，角色很多。本来我们先前就讨论过，只要角色一多的电影，其实对导演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的操作方式哦，因为他必须要让观众了解每个人。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自杀突击队有目前这样的表现，我已经给他有85分了，所以我还蛮期待明年的正义联盟会不会看到更多自杀突击队这些队员的表现，或者是在神力女超人会看到更多正义联盟的铺陈。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次自杀突击队的电影亮点分析。哎，记得要订阅我们的这个订阅键，否则你就要被我敲。好啦，我们之后还会推出很多令你惊讶的单元，请你持续锁定哦，拜拜。